欢迎收看炉石传说黄金超级联赛春季赛，给您要的精彩。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一。现在有请到的是来自我们狂风组即将对阵的两位选手，先给大家打个招呼吧。大家好，我是悟空特兰克斯。大家好，我是欧米伽这种。那现在已经进行到了32进8 AB 组进四的一个比赛了。两位研究过对手的卡组之后，觉得自己各自的胜算有多少呢？小七的卡组我觉得是小组里面相对比较克制我的，而且小七是我认为打得非常好的一个，就国内打得非常好的一个炉石玩家，就我打的应该胜算比较低一点吧。那特兰克斯现在是已经拿到了5-0全胜的记录，小七觉得有没有信心能打破他？如果让我换一道卡组的话，我就很有信心，我觉得我现在卡组打他就30人胜率而已。那么现在进了4强以后，就是说最终进入到4强的选手能够直接进入到中欧对抗赛以及我们世锦赛的春季赛当中，两位对此有没有做什么后续的准备工作？这个能晋级到4强，我估计是国内所有炉石玩家的一个就是梦想吧。是的。但是就现在而言的话，我应该考虑的事情还是如何晋级8强，因为现在其实我也不确定自己能不能晋级。好的，目前来看你的希望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要继续努力。那小七觉得能不能够打败这个记录然后进去呢？我觉得大概有一半吧，看看运气吧。好的，那就希望两位选手能够发挥出自己最强的实力，让我们期待一场矛与盾之间的交锋对决吧。好的，现在可以请选手前往对战台准备。给你要的精彩，欢迎收看由网易暴雪主办 NewTV 为大家带来直播的2017年炉石传说黄金超级联赛春季赛。我是解说少帮主。我是飞来飞狐。哎，今天跟我胡搭档非常的激动。哎、是、因为我们今天解说的场次呢也非常的强，选手是一个5-0的选手，是的，还有一个是国内非常有名的一个小七。对，小七的话呢，之前呢不论是在这个去年的这个黄金赛总决赛上，还有这个后面的巴哈马的比赛当中表现都非常出色，包括中美里边也是有一群喊溜溜溜的队友就可以了、对吧？对对对，一个人就够了。当时小七在去年的最成绩就是我指的是咱们这个农历年之前的成绩，好像是拿过3个这个冠军，全国性质的冠军，也就是说在一年之内拿3个冠军的炉石选手可以说是非常少见的。对对对，几乎就他一个吧，几乎是，可能如果是飞狐还有一些机会。对，我还差点，还有弱鸡好像有点机会。弱鸡的话好像拿过2个，对吧？灭神也是拿过2个。是的，拿过3个的好像还真的只有小七一个人。对，所以说作为这个非常顶级的选手，以及这个5-0最小组，这是 B 组吧，狂风组，对，狂风组最好成绩的特兰克斯，到底谁更强一点，一会儿我们可以期待一下。是，可以问一下他们的卡组，他们的卡组这边小七这边是几道快攻，一直是快攻德，然后快攻萨。他这个卡组当时这个我也是仔细看了，因为他是使用的比较复古的卡组，对，就是上个版本传统下来的，一是海盗战，对，微调了一点，是，然后第二是清理德，对。然后第3是打脸赛，第4个算七级贼吧。对，七级贼还是一个新版本卡组。对，就是相对来说有3套呢，都是偏老的上个版本比较成型的体系。这也是小七刚才说如果我卡组换一下的话，可能胜率更高一些。但是可能正是因为版本的更新啊，有些还是稳中求胜。那小七就选择胜率我能有个基础保证。是的，不会，就是我熟练的卡组我去打，对，不至于出错误。对对，至少那个卡组他打了小半年了吧。对。所以他是比较熟悉的。而这边特兰克斯的卡组呢是比较偏慢的，他是一个机器贼，一个带花的机器贼，奥数巨人版本的，对，然后一个强战，然后一个是奶奇，这也是比较少的一个卡组，然后还有一个是这个中速列，就基本上4道卡组全是偏慢一些的，是偏慢偏中速一些的。我是比较喜欢这个他带这个奶奇的，因为这个奶奇呢，我主要是最欣赏的是314这个牌能够给这个福丁、因为他这个牌呢，我们知道炉石里面有一个内机制是官方也公布过的，是，就是当你选择发现的时候，你的职业牌的概率是比三倍是那个中立牌的3倍，对，那么有了这3倍的概率，那职业的嘲讽其实是很少的，只有福丁和那个766，对。
所以出发现的概率就非常高。是的，我们都知道福丁的网语是非常厉害的，而且他有水文学家可以找战术撤离这种牌，战术撤离啊之类的。你弄不好一盘当中，你那武器能就五三的这个灰烬使者都看不光，对对对，再加上还有恩佐斯，所以说这个是一套就是我认为打起来很爽快的卡组。对，当然了，如果前期被人家快攻打到脸上，打的比较多的话，也有可能顶不到福丁出场就 GG。不过奶昔应该是一个比较。就是偏能狗的卡组，就前期可能还行。而水文学家这个牌呢，又是弥补了一下曲线。是，以前想想二费奶奇好像除了末日没有什么好卡。末日鼹鼠师就没有曲线了。对对对，就没有曲线了。这一次呢，一是它是个随从，可以在打快攻的时候有一定抗性。第二呢，如果你打战士，你找一个挡刀什么的也是非常好的。对，或者找个战术撤离，直接增加一张橙卡。是的，非常的强。好，选手应该还在调试和准备啊。是，那这个小组当中，特兰克斯算是一匹黑马吧，我觉得。对对对。就算脱颖而出。那其实之前是一个名不见传的玩家。对，其实呢，这一次能够我们直播场次看了很多场的特兰克斯了。从他的整个打法和细节上来说，我来看下来，他是配得上一个5-0的成绩的。对对的，确实是一个非常强的玩家，或者说是选手吧。也希望这一次，他能够保持好的成绩，也许一个新的炉石冠军。就诞生了呢，就像小七那时候也是横空出世啊，突然就席卷各种比赛。尤其是像职业选手，他的状态会越打越好。对，来看一下选手介绍。好 ，Omega Zero， 名正，广州，22岁，出阵职业是贼、对战、德、萨。这个有很多亲切的水友，说他长得有点像一个香港的演员。是。演的那个角色好像是鸠摩智是吧？对，鸠摩智，对，国师嘛，对吧？国师，对，金轮法王，金轮法王，对，反正这个演员也是老演员了，是，确实有点像，主要是脸型比较像，对对对，因为他们都属于，因为香港和广东也比较近吧，都属于，他们的脸型也会比较相像，对，他们这个就长相可能会有一些相似之处。这边是悟空特兰克斯啊，贺欢。江苏29岁，江苏，也是个年纪比较大的选手了，实际上，29岁真看不出来啊。是啊，但他的名字我就能知道，他一定是年纪不小的选手。因为悟空特兰克斯这两个搭一块儿，对，至少是80后的童年的回忆。对，我觉得他那是你们80后的腿回忆。对，就是我觉得他要想赢他，必须得起名叫什么，比如说，冰蓝贝吉特啊，这个。炉石第二菜这个布欧之类的之类的名字才能赢，能压制特兰克斯的才可以。对，能压制他的。好，两名选手就准备好了，看一下班选。这边选择的是班德鲁伊。德鲁伊那边选择的班盗贼。是。就等于小七搬掉的对方一个跟他相近的盗贼。对，因为盗贼打他的几个职业可能还可以。对，特兰克斯搬掉了青玉德。他可能觉得奶奇不会搬掉，不好打。对，然后打青玉德的话非常吃亏。但是，主要就是快攻打青玉德还可以。是，如果卡组越慢，就青玉德就越有优势。对，而且这次比赛中很多选手都选择搬青玉德，因为他们带的卡都是比较偏慢一些的。对对对，遇到青玉德的话，只能吃个班位。主要是很多人不敢带海盗战。是，但是曾经有一个选手。海盗战带了2个这个鱼人领军带错了，然后他的小对他小组的队友对手呢全部都没有搬掉他的这个海盗战，就是反正放出来你我要怼你吃亏。对对，然后他的海盗战一盘没输，这么厉害，4-1了，比他的成绩。所以说搬选还是要看到你的卡组的优劣性才搬。对，他的小组人一看他是把2张英勇打击带成了2个鱼，这个差别还挺大的。对，不知道怎么看到他应该是一个海鲜战退化没退化好。这边是一个鸡贼对阵一个任务战。其实 Zero 的成绩3-1对他来说这一分非常重要。是的，如果说他现在打成3-2的话，基本上他就只能保级了。对，对，但是作为Zero 来说，他肯定是想晋级的。那么这一场特兰克斯是他必须拿下的一分，而特兰克斯这一分如果丢掉了，他依然可以保证自己在前2的名次。其实大概率特兰克斯这边已经提前出现了，因为我们看一下 B 组的形式的话，只有2个3胜的，对吧？是的，就除非说 Omega Zero 和哈姆士郎2个人全打了4胜，全打了4胜，且特兰克斯后面再赢，后面。对，再赢一次他，再赢一次特兰克斯。对，那特兰克斯也是5分5-2嘛，就3-2，可能也有可能。对，就是胜负关系还是要赢的。对对对，但是胜利的机会很大的。好，这边是保留了任务。脏鼠感觉还可以，脏鼠可以让鸡贼的一些牌，比如说加基森什么的提前出来，让你不能去刷。
但是其实得有两个这个八八巨人也是很烦的，对，就让你不敢下。所以脏鼠你要在，要不在前期下赌对方手里没大哥，是 对吧，要不然在中期的时候你得有个解搭配，就斩杀搭配一下。脏鼠拉大范是最爽的，就像那一次在中美的时候，驴哥的脏鼠直接拉出对面大范，对对，然后对面直接就崩盘了。是，这个确实是有时候心态赌的，有时候敢下不敢下很关键。是，当时如果拉个加基森，也许驴哥那盘就送了，基本上送了。对，对面手里全是法术。是，当时手里好像没有加基森，只有大范是吧？我记得。有加基森。有一个加基森，一个大范。对，就二选一幸福。那这个地方脏鼠应该不会下吧，因为只有拉大范才赚， 对， 对吧，拉其他的牌可能都不是很赚，拉个三三的话你也不好解，对，主要是手里的牌没有小武器你也不好去处理，配合斩杀还需要一个小武器，或者是我看一下他带没带低费的法术，应该是有的，有个旋风斩肯定是有的，对，旋风斩还是有的，就现在欧米伽最后那边砍了一下特兰克斯一下，然后让特兰克斯这边可以选择出单的怒火了，就是在后期特兰克斯这个牌里还带了一张圣器灵人，就是来弥补自己曲线强，对，一呢，这个五三太厉害了，在四分一三分硬币出的，对，就这个五三打战士的话战士很烦，你说你把它解了吧早晚它会生出来，对，你不解的话武功踢脸你又受不了，对吧，对，尤其是你自己的墙在前面呢血量都是比较低的，对，三一四啊或者说是二二六啊这种墙可能还打不过他，那拿个剑龙看曲线来说比较好一点，对，巨型独眼怪充其量也就是个三五，对吧，对，因为对面不太可能铺到四五个怪，对，如果铺的那么多的情况下战士就乱斗了，何必上怪呢，对吧，对，那零七的话比较弱，如果加固配合零七还可以，但没有加固的情况下零七裸上的话只是苟活而已，对，现在这个版本其实我觉得战士的圣器灵人一般，因为这个版本我记得增加了很多很多的墙，对，就是你不一定能发现你小的牌，对，而且特别要提示的是在版本初期新卡的发现概率也是好像比较高的，对，就是但是中期好像会调整，是，哦，他这边拿了个零七应该是打算配合就是这个过牌来用，对吧，我先下个零七你肯定不想截我，对，最多把我打残了，然后我直接可以战斗怒火过牌了，对，否则的话我的过牌很难受一直出不去，那应该是战斗怒火过牌了吧，是的，既然这么打了肯定就过了，对，这个打法也不错，就是想到了后一回合我要干什么，因为这回拿个四二六的话下回出四二六其实也打不过对面的五三，对，然后索性我不如就是求贪一点，他是带了一张盾格的，是盾格没有盾猛，对，那小七那边我们预测一下手牌嘛，对吧，既然我们是这两天 你是一直在接受安排， 对吧，安排视角啊，对，其实我在看你们解说暗牌视角的时候我特别为你们揪心，就是确实是你必须得以这个特兰克斯视角来打，是，对，你什么都得防，对对，很急啊，解说下来以后发现对方没有的时候就很尴尬，所以大家跟着我们也是看这个暗牌可以一起去猜测对方的手牌，对，我想那特兰克斯这边如果下脏鼠的话收益也不大，因为你那个是零攻的无法去触发斩杀，是的，所以 他选择直接下了一个一四秒拿，秒拿的，因为另外两张可能比较差，对，这样的话问题在于什么呢，在于他可能不能更早的脏鼠加乱斗了，对吧，对，他脏鼠乱斗只能等到七费了，否则的话六费可以，是，这个是 Zero 的成绩，现在他是三比二战胜了哈姆士郎，然后零比三输给了星辰，是三比二战胜刘小北，三比零战胜灭神，然后二比三输给了比翠，是，一会儿我们再来看特兰克斯的啊，特兰克斯全是全是全是命，那这边哦，特兰克斯的出现了，嗯，也全是就是不算大比分吧，都是三比二、三比一这种的。总体看下来，我感觉灭神最惨，是，谁都打赢了，谁都怼了他了，真踩一脚啊。这里小七也是没有防这个旋风斩，直接选择拿三一的去撞，三二的去撞。刀，其实砍不砍都行。因为他的卡组里面是没有毒药的，对，他没有任何的毒药，也没有任何搭配刀的牌，所以下回合如果不能赚刀或下两回合你预测自己都不能赚刀的话这个地方就不要砍了，这边十只鬼加斩杀能解掉两只怪，但是
不太舒服。嗯，还是个玩机吧。其实强战现在压力也不大，因为对面很烦而已，但是并打不到你血线。嗯，你每回都有个强在。这个地方对方可能会交个刺骨之类的来解一下，不想让对方叠太多甲嘛，因为这个五三一直活着输出就非常猛。是的。嗯，不想送这个五三，可别哦，直接在金丝刷牌了，被刺、哦、被刺，那可肯定手里有四级代发和硬币的。对，要不然不可能，就至少你刷三张才赚嘛，对吧？对，至少是要刷三张的四级代发，那就加刺骨。嗯，可能是刺骨还不错。嗯，那输出还是 哦直接卖了，这样的话可以找张打二也可以用。对，那看来不是打二，那他肯定提前想好了才打的呀，对吧？对，嗯，哦，第一张是打，第一张是打二，那就没问题了。对方少叠点甲，加上自己四攻五攻战场，输出非常猛。是，那这边就非常难受了，两怪你乱动也不合适，对吧？嗯。然后你要打个十只鬼斩杀的话，那后边的巨人你就不好解了，包括这个。大范，就这种质量牌都很难受，感觉只能打食尸鬼斩杀了，因为他不能不解这个加耶森。那倒，那倒是，对。离做任务还有点远。对。但是打盗贼又必须完成任务才能赢，因为你后面解牌是不够的，不像以前是你两张斩杀两张盾猛，对，对吧？加上乱斗，你大概有四至少五个可以是硬解的，是，对吧？那现在的这个。战士呢，就只能靠战场去交换，然后变成这个大罗斯英雄技能大罗斯以后才能获胜。大罗斯如果每回打八努稳定解怪的话，那基本上战士后期是无敌的。对对对。啊，这边撞掉。好，又上个詹金森。那说明还可以继续启动两到三张。哦，应该是直接能刷四张牌了。哦，前行。他应该能直接刷四张牌了，这样的话直接把花复活。对对对，双四一大发都在手里，确实哇。豆荚好像还差一张吧。看看，啊，够了够了，啊，够了，正好。嗯，现在发豆荚，对，那就非常舒服了。两只怪在场，对吧？对，詹金森是隐藏的，对。那这边特兰克斯肯定选择脏鼠乱斗了，对吧？对，只能脏鼠乱斗，嗯，别无他法。最好是留你一个五三，反正五三我打死你也没有用，对吧？对，就是如果留为什么不留脏鼠呢？就除了脏鼠以外的，对吧？对，留个脏鼠也行。如果是天选之人乱斗的话，肯定留脏鼠啊。嗯。如果是地选之人嘛，就留个五三也能接受吧。花 对, 对，或者拉脏鼠拉下来那个也行，也许很小。哎，这个也不错。对，留一也可以。哎，对方少一张过牌。是的。看看，只要不留加金三，其实都能接受。哇哦！天选之人，天选之人，为什么怪不得五杠零。那特兰克斯打五杠零是有道理的，啊，嗯，对不对？有时候不得不服啊。是，对，就是。我有这个技术，我上我也行，我觉得。但小七这边其实还可以，因为只有十一张牌了，就牌库里只有十一张了。对。那很大概率后边会有巨人的压场的牌，对吧？嗯。就第一张乱斗，不错，打得不错。嗯。发现一张战士的牌，其实没什么可值得发现的，对吧？对，我觉得以后咱们这个导播玩得更嗨一点，就是什么呢？把这个音箱每个电脑的它可以控制释放声音，啊，然后就是即便是特兰克斯没打打得不错，或者抱歉导播在 Zero 那边给他放一个实力配音，嘲讽一波，嘲讽一波，嗯，这边肯定是能活的，因为手里牌太多了，对，就看活完了以后场面是怎么样。哎，帕基斯刚抽到，嗯，哎，刷了这么多牌，帕基斯都没到手里，是也不错，Zero 也算运气好的。哎，豆荚两张发现，嗯，从质量来说还不错，但是战士的牌其实没什么值得发现的，嗯，这是个问题。发现个吼爹什么的还不错，对，血吼啊吼爹这种还不错，但是很多盾猛啊什么的会增加干扰项。对，主要是只要是武器，我觉得都还行。对，除了技能牌厉害。对，除非是那种什么升级这种东西啊，比较差一点。而且你刚交完轮斗，这个场面你还真不好办。嗯。好，暴乱狂已经算非常好的了。是的。旋风斩不行，不行，差一费啊，差不是差一费，差多了，差两费。鱼丝网破在哪了？先盾哥找个鱼丝网破，对，找个鱼丝网破就行，鱼丝网破可以全解。但是盾哥之后就不能接这个三六了，嗯，六三六五六了，哎，六五他只能找鱼丝网破，要不然打不过。六五九，哎，斩杀，斩杀有点亏啊。直接斩杀了的话，也不是不行，对吧？我占个三三，你占个五三，我先把你威胁斩杀掉。对，肯定是要解了。但是对于那个 Zero 来说呢，我的巨人还没出，对，你就已经把双斩杀交了。鱼死网破，我巨人不是很怕。是的，就现在很简单，你的乱斗交过一张，
斩杀两张没有了，对吧？对。那我直接出双巨人，我都不怕你什么东西了。是，因为双巨人反正花死了也会留下嘛，对吧？对，也就最多解我一个。手牌这么充裕的情况下，嗯。但是有一把之前我和李博解说的时候，有一把就是，嗯，一个盗贼脸黑到最后两张牌，一张是巨人，哎，一张是大范，哦，我以为满手牌不知道做什么，挂机。我以为一张巨人，一张花那也差不多了。嗯。我打过这种对局，就实在是太背了。是的，就是花沉底，巨人沉底，特别难打。是两牌都沉底，很难受的。对，因为这个牌只能靠这些牌赢。哎，又一幻觉，哦，三张幻觉，他一张是豆家找到的。对，一共三张。那现在欧米伽 Zero 这边手牌里边两张是战士的牌，对吧？对，可能是，反正肯定是伤害性的牌，不可能是一个防守性的牌，因为他现在处于进攻状态。对，他肯定优先选择于这个伤害牌。对。哎，有个巨人还不错。嗯，看看这边能抽什么。实在不行，出个848先挡着你再说吧。哎，鱼刺网破，鱼刺网破差一张啊，差一张。如果刚才刷的是鱼刺网破的话，他手牌现在斩杀可以解那个巨人。对，打一挡，打一挡，就打一波再说。嗯，反正这个四八你要闷回来的话，我也不吃亏，对吧？对对对，他战吼就赚了。是的，这张牌可以说是这个版本性价比比较高的一张，排到前三的牌吧，我觉得。他的奉献的价值就值四倍了，对吧？那剩下四费造一个四杠八，那简直是超模了。四杠八还嘲讽，对，那就还是个龙，最主要的 是还能被馆长瞪出来。想象一下，牧师以前，有一个亲戚叫做碧蓝幼龙，是现在又有一个新的亲戚代替了他。对，碧蓝幼龙好歹用岩术师啊、饥饿之咒这种牌解掉，这个牌是真的彻底没希望，对吧？这个亲戚牧师很不想，哦，这张牌厉害了。嗯，哦，直接出花，培养一下手里的这个大范。是。应该可没有大范，有大范的话应该直接闪光刷大范了。对，那手里可能有一张生物牌是值得加的，有可能是巨人。对，我们可以看一看欧米伽 Zero 这边虚法师，不对，虚法师出过了，军七或者是邪戟吞噬者，他一张没有出过。嗯，对吧？这张牌应该是还有，就是还能在手里边的。对，这张牌才是真正的大哥牌。对，这回合我虽然闷棍了，下回合就是刺杀了。对，那这样要不要四八，就是八四八加一个鱼刺网破，先把这两张牌解掉，然后留你一个八公拐，哪怕你给我吃了下，我再旋风斩解你，哎，对吧？肯定是他是可以这样想的。是，哎，好，选择直接旋风斩加鱼刺网破，不出八四八了，因为感觉到你手里有一个那个邪戟排行者，先拿个弱点的墙去骗你。好，这样的话，等你出了刺杀以后，我再出八四八，对吧？对。但你要不出刺杀的话，你这个怪又解不了，这个想法也非常不错。好像只能拿加三生命值。是。因为风怒对他来说没有任何的意义，他坚持不下去了。这边想一想哈，对面的牌是不是能直接叫杀他？有张刺杀，假如说有张刺杀的话，他是十四血还是十二血吧？十二血好像是，十二血八公踢脸，十二血八公加个刺骨，加个刺骨。但是他怎么读出对面有这个牌的呢？对面牌库里还有七张牌，那然后刺骨是一张没打过，嗯，对吧？有道理。然后那个刺杀也一张没打过，是上回合交闷棍强血，嗯，可能是。他预测到了，可能是，不过确实大概率是能斩杀的。是，但是确实这次选手这样的话有点不太合适。这就是高手 啊高手。你五杠零你聊得懂吗？啊，聊不懂吗？是是是，对，我学到很多啊。这读牌能力啊，就以前我自认为我能读出对方手里两张牌就很强了。他是把所有牌都读出来了，他把牌库里剩的牌都读出来了。哎，我说我你肯定我必死了，对吧？哎，这就是实力啊。学到很多。确实是这个牌。他离做任务完成还有一点距离，是。且呢，这个，任务完成之后，其实他下回合，当时手里没有强了吧？手里还有张八四八。八四八这个强是完成不了任务，同时是，对吧？他只能完成了以后，他变不了身。对。那八四八基本上也就 GG 了，他可能是这样考虑的。是。好这边战士把盗贼打掉了，盗贼把战士打掉了。也还是不错的，因为盗贼打战士其实不是很优势。对，但是这个盗贼确实是他这四套牌里面就是比较好打战士的，新派强势一点的。对，这边肯定是继续发战士，是因为你还有打脸战和这个青鱼萨，对吧？对，这两套牌我肯定要把你打掉的。这个萨满还是偏打脸的，是吧？对，这是个基本上算是一个老版本的大脸萨了。最大是五五，对，一啊不是六六六，最大是六六，最大是六六。哎，拿一张这个牌不错，这张牌打萨满的话，对面很容易扑到三个以上，对吧？萨满很容易扑到。
就这活转个图腾，下活出个一二已经三个怪了，我可以直接出个四五压着你所有怪。对，因为手里已知牌是有个一二，我们再预测一下他有可能手里有什么。手里有都可能有，牌库里所有牌都可能有。这骑手会留的牌大概率是一些低费的牌，因为他是满编这个爬、这边应该是出一张低费的啊，帕吉斯出的，帕吉斯了。我犯了个错误。好，那我三费四五是是不是很强？那肯定是出了。这个地方有硬币出了吧？我觉得出了吧，别贪。对，因为对面毕竟是打脸赛，你让他的怪打到你脸上的话，其实挺疼的，对吧？对，你的墙其实你每回只能出一张墙。对，而且有个小问题是，你是很怕火蛇的嘛？是。那么你希望他火蛇肯定是越晚抽到越好。对。那么你越早上，他抽到概率就越低。对。虽然对方是满编火蛇的，而且这个地方对面如果上个火蛇的话，其实也就只留一个怪成功，对，对吧？你还能接受了。闪电剑是不太亏的，是。因为闪电剑他要送两个怪，除非他摇自信摇法伤。就派一手熔岩爆裂几代的话非常伤了。对，熔岩爆裂场攻三点，他还能接受，对方过载他没过载，他现在三一四在挡着嘛。对对，对他来说他能接受，他比较想吃到的是闪电剑加两个随从撞上来。他其实希望这个怪不要死。那有点不太可能，我觉得怎么都能解掉。是哇，这个加闪、哦、哈哈哈哈，哎，那也行吧，毕竟三个攻击频率换掉的，而且主要是对面鼠标不多了，对吧？对，稍微搞一搞的话还是很好打的。小七这局主要是帕基斯在手里面，导致自己手牌很快就快打空了。是的。哎，会之心来晚了，不是也不是来晚了，就是不想来了。嗯，因为骑手换掉的话就不想做任务了，结果来了的话就很尴尬。来的话就是填补曲线嘛，什么时候我费用用不干净再说。是，就是这张火影之心比较尴尬的就在于，你骑手打快攻肯定不想留下他，但中期抽到他的话，他又是一张废牌。但是换句话来说，如果你打着打着，你发现像青玉这种能战场的卡组啊，嗯，可能他这个青玉算偏打脸的。是，如果就稍微再慢一点的青玉，你这个火影之心就很有用了。对，就很有用了。所以，啊，这边继续选择一个三费曲线。嗯，四五费来是最让人难受的。是，就是到底该不该挂的？对，刚出了三个墙，然后挂上去显得自己很尴尬。对。就觉得自己好像伏笔了一样，其实本来不想挂的，但是来了又不能不挂。对，来了以后关键，对吧？就不能白亏一张手牌。这个地方就要看选手了。选手要是不完全不考虑有人看他比赛的话，对吧？就想怎么打怎么打。是。如果有些选手有点压力，哎呀，你说我不挂是不是咸鱼，对吧？对。能不能来个旋风斩？哇哦，兄弟，那就一加三吧。对，这个就挂上吧，反正富裕一份。是的，这个旋风斩简直是神来之笔。嗯。其实旋风斩他就很开心了，没想到还是个食尸鬼。对，小七很难受，手牌旋风斩的话就会出一个一四了，就不会挂任务了哈。对，手牌就很差。哎，那猛击斩杀也还可以。打得不错，打得不错。嗯，确实神抽了。是。感觉特兰克斯的这个抽牌能力确实很强。对的，嗯。乱斗和抽牌都是强项。是的，猛击一下，看看抽什么。哎，双斩杀啊！一手第一张斩杀。哎呀，炫给你看，真的气人！炫给你看。这个地方你不能单纯的从右手第一张斩杀来分析，你要想象一下，我是 Zero， 我们小组第一五杠零。是啊，他还右手第一张乱斗刘脏鼠，右手第一张斩杀，右手第一张食尸鬼，玩不玩？我就想退了，是不是？这种心理压力是无形当中存在的。哎，五二七很好的节奏曲线，嗯，正好能压制二二，而且这张牌如果不解的话，那萨满基本上是打不死战士了。对，因为他毕竟是一个打脸体系的。对，青玉嘛，就最多涨到六六，然后堡垒解了还行，回两点血。好，这边场面还可以哈。对，萨满打这种战士呢，就早期把青玉成长起来还是有一点机会的。他现在其实能成长的东西不多了，只有一个青玉闪电加一个艾尔黑掌了。对的，后面如果一直法术嘛，才有机会。哎，脏鼠可以出了吧？如果能拉下一个黑掌，其实对呀、啊，就拉什么的话都可以脏鼠是赚的。对，他选择没有出，只能再贪一会儿。那拿个四费曲线呗。嗯，换句话说，对方手里没有随从，你脏鼠也是赚的呀。对，对吧？二费二就没有随从，大不了我不乱斗了，对不 对, 对？我直接上一个三一四的吧。三一四就可以了。嗯，有随从的话，脏鼠乱斗也很赚。嗯，他可能觉得对方场面还是太小，是我不想等你再出个四七七，我再脏鼠乱斗。对，反正也没有嗜血嘛，对吧？嗯，
这个牌只要一直出墙的话，现在基本上特兰克斯不知道输什么了。在特兰克斯这儿的思路是这样的，反正乱斗也留脏输，对对，随时输随时可以。对，好，那边保利，那果然刚才没有怪，刚才如果输脏鼠的话，还真是没有怪的。对，特别跟咱们看直播的学友提示一下，因为我们这次呢是暗牌解说嘛，是，所以我们可能更多的要进入到我们看到手牌的一方，对，以他的视角来打，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就是说在意我们就是说说话的时候可能偏向了一点点，因为我们不知道对方的手牌，我更好的应该分析我们能看到的手牌，大家一起跟我们进入他的身体，对，进入他的角色。哎呀，好恶心。你不要想多了。我们是官方直播间，好吧？是，好，哎，这边出个四八顶住。这个墙没有拐的话是肯定过不去的，对吧？对对对，三百也是很果断，两边都是很果断哈。上一把是贼觉得自己没有，暂时觉得自己没有希望了，直接投降。是的，这把三百是觉得自己没有希望了。我们上一局讨论这个墙，在牧师面对起来很痛苦。其实换什么职业面对起来都很痛苦，因为他赚的费用实在是太多了。除非你有硬解，对，你就四费奉献，就当自己就费血就费血了嘛，因为自己是这个强体系的卡牌本来就少，对，也不怕是怪费血，对，基本上就是个奉献价值，对，那奉献价值不能打脸而已。然后这个场面上还能占个四八嘲讽，四八嘲讽的话我们想象一下应该是五点五费左右的价值吧，差不多吧，你像五费一上来要说双头棚五四七嘲讽已经超标了吧，对，而且还需要支持，对对 对, 对，需要生物去支持，所以至少是个五点五费的这个价值，对。而且两卡合一卡其实无形中给这卡增加了一费价值，对，因为还有一个过牌的价值，对对对，就所有带 AOE 你再想一想那个六费二三 AOE， 对对吧，你再想一想那个都能带，说实话那个玩意儿想想那个都有时候都能用，对吧， 对, 对吧，这八四八就是神卡，是。好，双方要调试一下状态，选择下一个卡组。这边奶奇上来了，对阵萨满。奶奇打萨满，其实比打海盗战好打多的。对，因为如果遇到海盗战的话，那奶奇很难打。打个萨满的话，如果平等奉献在手，还是很好打的。对，我还是比较期待他的三一四到底能发现几个钉钉。是，不过这个对局可能跟钉钉没什么关系，跟活不活有关系。对。哎，平等没有留，可惜来个鼹鼠师。如果留平等的话，就有一套了。对，主要是光罗斯有点卡手。我觉得经济治疗还不错，对，经济治疗更厉害。这个时候，经济治疗在就七八费的时候，只要奶一口，这个萨满就很难打死。对，这个骑士首先要找的肯定是奉献呀、末日啊这种前期能直接裸出去用的牌。对，先不讲 combo 的我，哎，好，又是帕吉斯，好背啊，今天小七。是的，两把帕吉斯了，哎，平等也来了一套到手。要做个技能过了，摇报告就可以了。是的。现在因为没有二三四这种超波的存在，所以说萨满现在前期的压力是很小的。对，总体来说这一次我觉得带慢速卡组的这个选手表现都还挺出色的。你看、这边应该硬币无极元素，哦，直接出狼魂。哈姆士朗大家很了解的慢速卡组选手，对，他也是四杠一现在。是的，哎，右手第一张又来个曲线，每次当他没事干的时候，对，总有张事干，这个是。果然是厉害，哎，拿个土牌道吧，下波可以直接出了。是的，新硬件免费出，加一，对，四加零。因为那个拉西奥虽然是成卡，但是只过一张牌，对，没什么意义。然后自负的演员呢，又显得有点单薄，太单薄了。对方一个小武器就直接卡了。对啊，哎，他选择拿了这张牌，而没有选择拿恐怖海盗。这一手是不是有待商榷呢？我们来看一下，他有龙吗？他没有龙啊。龙，对啊，我仔细确认了一下，他没有龙。没有龙，没有龙的话，这张牌就是白板过一。对，过一。那宝剑是要提的。对，你说这个时候如果占一个三三战场，对吧？因为他不缺手牌的，对的，免费上而已嘛。我觉得这一手确实有待商榷。是的，但是肯定有他的道理。对，我们一会儿来看一看他想怎么去使用这张拉西奥。哦，我想起来为什么了。你看是不是因为小七带了杀手蟹，这是个海盗，是，我不能让你吃我，有道理，有没有道理？对，哎，第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 是因为我们确实没有选手的视角，选手视角想到了，不，其实是我们对方的卡组不够熟悉，而选手已经研究透了，对，对吧？对，我想到了，应该是防这个杀手蟹。是，那这边奋斗之神先把零三打掉吧，其他怪解不解都可以。留把刀，反正下关也是平等也可以，对吧？
倒不是在于你能吃我这个枪，反正我枪白送的，对吧？对，主要是你吃完了以后成长成三四，我就很难受，很尴尬。对，特兰克斯打的确实很细啊。是，这刀砍不砍其实都可以，因为小伙很有可能也是平等的。嗯，但是不砍的话要暴露了，手里一定也是平等或锋线这种牌，对对吧？那对面就会有意识的防了。就砍不砍都挺尴尬的，还是得砍，我觉得砍了下回实在不成出个六五四五嘛，对吧，六四五补个曲线也可以，砍了吧，就是你不砍的话对方也不扑，对，当然了，萨满这个学法师不解的话一会儿直伤可能会很恐怖，是，但是其实没准我们卡基瑞那边也希望这个赶紧死掉，我没准没有牌了已经，对对，好，武器走脸，你看，如果你不砍，对吧？对方抄武器走脸，你还是要砍夏侯和。对，就这三张牌，你也舍不得交一套嘛。是。那先上个墙顶一下，夏侯出光螺，夏侯不够，夏侯也是平等，夏侯光螺丝，记得还可以，还可以。我要找个藏身之地。哎，脏鼠，那夏侯可以脏鼠也是平等好吗？或者是也是平等接脏鼠，也可以，就赶紧把他堵了，也可以。我觉得脏鼠先下可能好一点，因为如果对方扑的不厉害，你脏鼠下去发现没有生物，那你就可以。不去交岩石食品的，交个奥达曼，奥尔多，交个奥尔多卫士，对吧？这边脏鼠后下的话就派一手这个，先下的话派一手这个艾尔黑掌，哎，那抽到了的话就可以直接先下了，对吧？对。那撑死了拉你一个，他是有四七七的嘛？对，就拉个四七七就大赚了嘛？是的，反正下一回合肯定光螺丝的回合，那这回合总要 A 一波的嘛？对，因为场控已经很高了。光螺丝之后再接圣疗，对。或者说是六四四回血也不错，那再想偏赌一点的话，先打岩石平等，然后接一个奥尔多也可以，不打脏鼠也行，对吧？先把你三三管成三一，管成三一，一三，但那个是青玉是二二吧，应该是，哦，二二，对，对吧？二二，对，当时二二，他只做了一个青玉一一，其实二二都不想管，是不想管，是不想管，对，都不想管了，还是出脏鼠吧，那还是出脏鼠，脏鼠拉个四七七，对面就走远了，那二二就二二嘛，站着呗。而且尴尬的是，就是如果你出个三三的话，下回你出光楼四那回合，你要不要撞这个二二就非常尴尬。但是二二有一个风险，输双熔岩爆裂，但我不信，我不信，我也不信。是，岩石平等要交的，那应该是后出脏鼠了。对，那后出脏鼠，他就是求稳。是的，他觉得对方，哎、哦，还是管上了，对，管上了，管上了。他求稳嘛，就是求稳一一嘛。这个地方就是尴尬的在于，下回我三三不能动，不能撞你的攻击力的怪，对吧？对，除非你有一个怪给我白换了，或者把我解掉。那还好一点，否则的话我光螺丝就奶在他身上就难受了。是，双元爆裂还得加个闪电剑，刚才对，哎，无极元素太难了。其实蛮压制力还是有的，直接不解了，那就直接换三三了，换了三三加个光螺丝，对吧？杀手蟹是从左边掏出来的，确实是有，对，防得很好。是，所以说特兰克斯能打到五杠零，确实是我们值得学习的。对的。这边缺个岩术师，岩术师的话，岩术师风险可以全清，但是没有的话，只能上光螺丝。我觉得只能上光螺丝了。光螺丝完了，撞掉一个三三，把自己送掉。因为如果不送掉的话，如果他是的加到这个上面，就血崩了。或者他要真相信自己是天选之人的话，可以六加二，对吧？六费里边找个加十血，加个十血。二费里就是出脏鼠，对面没有怪，对吧？挡了十六点攻击力，那更强。就我给你200块钱，你都不敢打这手，不敢，对不对？不敢。所以我相信他也不会打。在解说视角可以逼逼一会儿，对吧？对，在选手视角不敢这么打，不敢打，不敢打。这个打了出事，自己心痛啊。是的，本来是有机会的局，打成了送分局就很伤了。但现在其实压力还是有的，因为对面场攻还是很高的，对吧？对面场上有7点场攻，然后你只有19点血，随便打点什么熔岩爆裂之类的，你就残血了哟。现在他想。稳定赢一定是抽生而平等，抽其他的都不一定能赢。平等锋线加一脏鼠，对吧？对，或者脏鼠平等锋线无所谓，看他排序。对，其他的都不稳，而且对面也很烦。就这个光螺丝，就你解吧，8点血加上了。对，不解的话，下火可能还8点血。就一二摸一下不解了，可能应该不解了，对吧？一二摸一下是，哦，那应该硬解了。他有过载牌，他能成长上去，他觉得这个收益还可以，还可以。你交了一套，他认为你解不掉。是的。那现在没有出个佛钉，如果右手敌人来个佛钉的话，直接下佛钉，下回出恩佐斯，那基本上强势挡住了，对吧？对。如果没有佛钉的话，那可能被迫要加骑士找加血去了。强，想想带王宇的强，现在没出过。对，好像没有出过，所以说靠佛钉，只能靠佛钉了。哎，这个也可以。奉献能解三个。但是降两点闪光而已，解了三个怪，只降两点闪光应该不太值的。那就去选择加血吧。
就是六飞。或者五加四呢？五加四的话，我就刚这一回合，因为你能打死我的距离很低的，对吧？你刚交两张法术，对，也不是很低，就很有很大概率。但是呢，就刚你这一回合，下回合再去加血加风险。火蛇死了吧也？火蛇也死了，就很多牌都死。对，火蛇死，闪电剑死，风险很大，但收益也很大。就万一不死的话，下回合六加四会非常舒服，因为这回合直接打个六飞的话，你是没有事情做的，只能出个脏鼠。对。其实如果打四加四的话，死的牌挺少的。四加四啊，四加四的话，死的牌确实少。对，四加四的话，火蛇首先就不死了。对，但四加四的话，下回合举荐还是不舒服，就只能六加二。嗯，那就跟这回合六加二没有区别。赌他手里那张不是随从呗，先肯定不是高质量随从，否则的话早下了，对吧？哦，先拉，果然不是随从，那就直接加血了。对，他还是求稳，上两面墙，因为那个二六强，他觉得你需要用五七加一张一过。就是这样的话，也等于变相加了很多血，对吧？对对对，这张三血墙的话也很能加血的，就稳定加三。那个六费的，我初步计算一下，在这个版本我还没有精算了一下，上个版本计算了一下，50%是三或三以下，对，就是50%是小于四的，就还是加血量不是很高的。对对，就是因为它一费奥秘太多了，对，严重影响的概率。对，嗯，只有当你必须得赌梦想的时候才能出它，对吧？对，这个版本。骑士的法术新增加的有几费的？来回忆一下。有个八费的八八，八费的聚化术，这是最赚的。对，这是最赚的。有张六费的那个剑龙骑手，还可以，也还可以，也是 buff 牌。好，青云闪电直接解场了。奥秘也增加了。是。那这边二三要吃吧？不吃的话，吃个奉献就要，也还行。吃奉献，但吃奉献会把你解的只有五点场攻。就看小七那边防不防奉献了，因为咱们是小时能看到奉献的，对吧？对。他小七那边可能想的是，我防这个防大的赢不了了，是，对吧？小七肯定是，该抢的抢了。对。抽直伤嘛，等下回合。那特勒克斯这边直接奉献加一个六倍加血，应该能活下来了，因为对面只有五点闪攻，加血的话，只要别像刚才咱们说那么衰，对吧？对。加个一点血、两点血就还能活。对对，但是对方可以过载，来看一下，先加几。是。先看加几，这很关键。对。加急哦，四费的八费，哇，聚化术，聚化术直接拿了，想都不想，对，奉献打出去，这很关键，对，这就是新卡发现概率比别的高的好处，对不对？嗯，新版本新卡发现概率高，所以说大家可以去玩玩新卡啊，嗯，所以说六四四，如果说新卡给了一张八费，一张六费，其实是小小的增强了，微强，微微的加强了一点。但是也加了一些低费的牌，就是总体来说应该也差不多。但是这个八费还是很果断啊。是的。那这张牌应该不是张过载牌，否则的话肯定先打了，对吧？嗯。那是张什么呢？是张法术，又不是过载，可能是大漩涡传送门这种牌。估计是大漩涡，或者是我看还有可能是什么啊？就基本上没有了。嗯。狼魂也会打了。狼魂也会打的。闪电风暴我觉得都会打了，打多打一点是一点，对吧？对对。那只有大漩涡传送门不打。但是现在大漩涡传送门也可以打了，反正。哦，火与精灵。火与精灵。哦，上活哎。他觉得对方没有 A O E 了。不是，上活脏手为什么没拉出来呢？哦，新抽上来的吧？那上活牌是什么？我怎么刚才有点恍惚了？忘了？不对啊，火蛇和这个都是都拉的，都是随从的呀、哦，是不是满场了？脏鼠是好几个回合之前了吧？脏鼠是上回合的是吧？几回合之前了，几回合之前，那时候应该是一张青玉闪电，对，那时候应该青玉是个青玉闪电吧，出了四四嘛，对吧？梦游了。嗯，那这个末日哦还好，有张大熊出的门，否则的话今天是冰蓝飞狐的生日，所以大家原谅一下，是吧？记不太清楚。对对，生日快乐，生日快乐，谢谢。跟宝哥一天生日，我觉得还可以。积极治疗哦，那小宝贝的输了，这真的是不知道输什么，因为你没试血的。哎，那计划出加末日怎么样？反正这回你打不死我，对吧？我这个八八，我这个十世末日，你不好解我吧？也可以，也可以，也可以，可以，因为火蛇在，对吧？对对，火蛇在，那不太好。嗯，那主要是这张六费牌出不去，人家本来零攻的拐你给人变成三攻了，对吧？对，就不能出。嗯，那安佐斯只有一张牌可以复活，也没不值得出。那先把三费的那个嘲讽找出来吧，找到一张，找到一张几费嘲讽比较好？找到一张五费嘲讽比较好。三加五加二，好不好？可以，对吧？五费的话，那就是最好的是什么？想想，最好的是二七，他找不到。二七是战士的，对。他最好的话，那就是中立的找呗，五三六呗，就三六肯定是最好身材了。五三六还可以，好几个三六。嗯，这两个肯定不行。这两个好处是什么呢？对面会把你吃掉，对吧？就对面场攻会降低。对。但是坏处是什么呢？就一定会被对面解掉。嗯。
这边不可能解不掉。哎，他就是逼你来跟我换的，就是也行吧。对，就是把你抢攻换低一点，对吧？三加二是五，五加三八，八加二十，要送四个。嗯，对。他抢攻其实降没明显太多，因为本来就是一些杂毛。如果抽法伤的话，我算死不死吗？抽法伤，如果抽法术的话，我说因为爆裂应该是不死吧？六打六是，十一，差不够，差点，基本上这活是不可能死的。嗯，而且首先他一定不是法术，首先就打了，哎、对吧？一定不是法术，是个随从应该。这样的话，就是好处是什么呢？你的场面怪会减降低，对吧？哦，死七七是特别好的一抽、啊。是的，那就管上吧，但是管也不赚哈。管完了以后是不行啊，你火蛇的 buff 你管不了啊。就不管了也没降场攻，没降场攻，火蛇就加四攻啊，对不对？那就先找嘲讽，找完了以后脏鼠再出，反正两个至少两个嘲讽。哎，这张牌不行，有火蛇在，没有用。蜗牛还可以，但是憎恶还可以。蜗牛不行，蜗牛有火蛇在，没有用。憎恶还可以。憎恶的话，自己的墙，因为自己也要上三个墙，也对，也很蠢，就是伤敌六点，伤自己六点，但对方可以先送完了，对方伤的没我多。对，我行，他还是选择憎恶了。嗯。但是这个憎恶上的话确实有点尴尬，但是憎恶上的话也还行，因为对面就是甭管怎么撞，这三个墙你总是过不去的，对吧？对。然后憎恶七攻一定踢不到脸，至少是个王宇配合恩佐斯还是可以救一波的。对。对，但是憎恶不好就是会打自己脸，两点血应该还不至于死。对，只要七攻踢不到脸上就不必然不会死。那我们来想象一下，如果打憎恶的话，七攻能不能踢到脸上？如果抽到一张闪电剑，七攻可以打到脸上。能吗？他还有，他不行，不能不行，他需要三二和二二撞憎恶，对吧？对，那就是七七至少得解个二六或一四，对吧？闪电剑的话差一点，因为你三二撞脏鼠，二二撞一四嘛，然后还差一点攻击过不去。对，闪电也不行，闪电风暴可以，嗯，闪电风暴可以，只有一张闪电风暴可以。对，闪电风暴可以保证我的七七都踢到脸上。对，其他他是带一张闪电风暴的，但是没有抽到。这个时候还真想抽闪电风暴，是的，平时觉得鬼抽了，打这个时候。那这边怎么换都很难受，对吧？嗯。手里我们猜猜是什么吧，就剩几张牌了，就剩十二张，哦，还是十二张呢。那我估计一不是大漩涡吧，有可能是螃蟹，可能是之类的生物牌，对吧？如果有武器牌，肯定超武器了，肯定不是武器，对对吧？那么可能是螃蟹，哇。兄弟想多了，我还行，管上以后我把101解给他管上，对吧？这个空抽477也是门学问啊，我觉得。但是能接受，因为这边有全体的超管啊，主管管上那什么管的，反正管超管超管、啊、超管。嗯，那就不要伏笔，先招暴兵，先出他也行，一样。嗯，反正就多 buff 一下。对。或者这样呢，鼹鼠是哦不够费。嗯。这时候撤离，焰火眼救赎，那救赎好一点吧。对，救赎的话大概率一会儿是救赎一个墙。对啊，就是战术撤离的话你再上一个墙太慢了，对吧？对，你不如直接救赎一个墙好。夜幻炎肯定是没有用，夜幻炎能挡伤害的话就是好牌，嗯，不能挡伤害就没有用，挡刀可能都是算好的。对，那就转一下，然后叫救赎挂一下，挂救赎也不错。就我少一个三三的报告兵，但是我能更保证这个场面不会死。 对， 对，救赎就当回了三血嘛。是的，因为对方三个场攻都是三点。对，那这边小七这边需要什么才能赢，这是个问题，就是这十点血怎么能打不下去。特兰克斯这边一直有个积极治疗，其实出了的话就基本上全退了。 对， 对吧？但他现在没有时间出，他下回合肯定能出了。对，这毕竟三七的墙你也过不去啊。是啊，大漩涡不计元素那就尴尬了。嗯，那这边一个积极治疗直接就不知道赢什么了，直接回满血了。对，他可以提宝剑。对，稍微的先直接砍一砍。对，稍微的砍一砍。哇，这有点贪了。这个会死吗？不会死，一张牌不会死。对，也不会死，不会死，可以。贪是他贪啊。嗯，就这样的话先把场面打住了再去继续治疗。对，对吧？最后给你来一个绝命劝退。是啊，我大概率我觉得他要抽火蛇。火蛇用了一张，对吧？用了一张，其实什么都有可能。嗯，最好的牌是什么？没有最好的牌了。闪电风暴吧，闪电风暴咬法伤，把两个清掉了，还有踢脚脸，还能踢脚脸，还有机会。是，嗯。好，那这样的话，特兰克斯二比一，
又拿到了赛点。哎，那小西这边现在还有一个战士，还有一个战士和一萨满，而特兰克斯这边只剩一个猎人了，对吧？嗯，那就是看战萨关猎人能不能关得住。这个猎人其实偏慢一些，还是很容易被关注的。对，我觉得可以先上战士吧。对，战士是不是好关一点呢？是，因为毕竟他是海盗打脸战。对，海盗打脸战就是曾经有一个版本把猎人砍没了。对，然后，对吧？就上个版本吧，是把猎人砍没了。对，这个版本。还和猎人在对砍，那他带两个爬手蟹可能还凑合。对对对，带两个爬手蟹可能还凑合。这个版本跟猎人在对砍，是，但是还感觉还是小优势。对，猎人一定起手要抓到这个宝石鹦鹉，不是这个熊斑虎，熊斑虎，因为我有两个攻击频率。对对对，一个是不够的。他这带两个恐龙血的特兰克斯，这个对他这个偏慢的猎人，超级慢，对，打曼苏卡的还可以。嗯，兽王猎超级慢，两个恐龙血打这种。海盗战肯定就是纯卡手的牌，反正比射箭好，就是有费的话挂上也不错，对吧？对对对，总比射箭强，因为射箭是更没有用的。但是前期如果把费用交给恐龙学，那已经输一半了，我觉得已经输了。哎，有半只虎，有熊本虎还不错。对，啊，恐龙学来了，就是两个很尴尬的牌。对，但是对面是萨满哈，也还行。就打萨满的话，恐龙学可能还有用处。对，打海盗战可能是真没有机会了。对。哎，那这边要不要用一跳一个 R 把你白吃掉，对吧？因为上两个一的话，你很难受的。是的，但是如果吃个武器，就这个硬币和就崩了，就血崩了，还是上一吧。上一的话，下午可以出这个左边这个 R， 对吧？对，然后计划出一个圣盾啊之类的牌，把你白换掉，或者是加三生命值，对，吃掉。前提是不要吃大乔抽四门，吃的话就是基本上难受。可能王宇也不错，对吧？王宇也不错，王宇加三和生命值和圣盾都不错。对，加一加一呢？加一加一还行。加一加一也说得过去，剩个二一嘛。就是攻击力、剧毒、风怒、嘲讽这些牌是没有用的。对，风怒也就是抢一点伤害，很亏。是，进化的上下限差的挺多的，因为在不同的局面下，不同的生物有不同的需求。对，这也是进化这个版本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原因。对，但是呢，大家不敢把所有的这个赌注全都下在进化上面。对，所以大家只是辅助性的带那么一两张，对，或者两三张，让这个进化的效果能在关键的时候有奇效。哎，是的，嗯。选择直接出爬行蟹。嗯，他知道对方这个牌组里面有海盗。是的，那先进化一波吧。那可能剧毒也不错。对，剧毒把爬行蟹解了。对，剧毒也很好了。就要看加三攻击力也行了。就现在进化出什么效果都能接受了，对吧？对，除了圣盾嘲讽，不是除了嘲讽，嘲磨免，嘲讽磨免，加一个潜行，这三或者是风度，这四个是最差的。对对。哎，潜行嘲讽潜行。那潜行吧，哎呀，撞下脸潜行算了，留个一报个兵总是个梦想，真的对吧？真的尴尬。那你是已经那什么的，就你不能撞一下脸潜行啊？哦，对，对吧？已经，除非效果不撞了，对我先潜了，除非不撞了。还好他没有跳，还真有把这个星石转。进化一共有九种是吧？是九种的，四种是不能接受的，四种不能接受，然后出了三种是。哎，土狼放狗，但是现在没有机会，那是不是先变个身好一点，或者说是杀戮几个二三？杀戮几二三，感觉心很痛。但是你不能留他呀。肯定下午和硬币土狼放狗啊。对啊，那就杀土吧。杀土。杀戮吧。杀戮吧。嗯。恐龙学太慢了，对吧？下回也用不出来。对。那裸出个二的话，裸出个二，好处是如果对面贪的话，那二三撞你就赚了，但不可能贪，对吧？一定会拿刀砍你。我觉得现在最大的问题是特兰克斯是没有那个猎人印记的，所以他是解不了四七七的。不过对面过载了还行。对，如果对面一会儿下四七七是最难的，就看我的这个土狼养的大不大了。对，这个先杀戮好一点吧，先杀戮先有土狼放狗，对吧？只要对面招个图腾，对面就很难受。对，我就可以把你的怪全把你的攻击力全撞掉。然后呢，我剩一个很大的土狼，如果你没有解的话，还挺厉害。果然是杀戮，确实没什么更好的选择。是，因为现在就派一手狼魂。哦，哇哦！因为狼魂就会挡住你的狗的攻击力。对。那这放狗养土狼的方法，感觉也不太靠谱。是的。现在放狗养土狼只能养土狼，倒是很大，但场攻不降，这是尴尬的问题。嗯，要不再杀一个？
下回再说，再杀戮一个，下回再讲。嗯，我们特别还需要预告一下，后面下一场的比赛也会在安排直播的是，来自于OOO 和CC 的缄默。是，嗯，到时候喜欢看他们的也可以来收看一下，是火焰组第七轮的比赛。哎，对，嗯，也就是 A 组，嗯，啊，直接养了，先不管那么多，养点是点。反正知道你没刮嘛。对，这边效果三费，只有熔岩玻璃比较舒服解，对吧？嗯，其他牌还是不好解的。那么问题来了，第四只狗送不送呢？不送了呗，不送的话会死吗？不送的话是无血，不送无血有点小，但是送了的话六血的话其实也是能解掉的，这六血和无血没有区别，对边都能解，对吧？对，那不是不送了，不送反正也是被一二吃，还是送。其实六血和五血都能解，对，但这个十六其实意义不太大，因为撞不到脸上，太好解了，对。对，而且就能撞到脸上的话，你也不敢撞脸，你还是要解怪。对，闪电剑、熔岩爆裂呀、火蛇呀，轻松解掉。对。猎人是没有飞刀的，对吧？哎，他这个猎人是没有带飞刀的，他把飞刀的位置给了恐龙穴，两张满编，是的，杀手线满编，所以他真的没有两飞飞刀位置了。对，那他就真的没有法本场了。哇，直接卖脸不虚。嗯，他觉得我这个墙你一时半会过不来，或者觉得自己血是不重要的，对吧？我觉得还是重要的。自己没有加血牌的情况下，加血，这十六血其实对猎人来说还挺开心。猎人不会上恐龙穴，这唯一的胜法应该是靠射箭了，一会儿是。我的牙齿好大呀，收工了。这地方现在特兰克斯其实需要第二张放狗，可以配合恐狼去解解怪，对吧？对，其实不一定放狗恐狼了，放狗恐狼去抢血，然后加杀戮什么的也还不错，因为对方十四血。那放狗，那加恐狼再问鼠群吧，这零二强早晚要过的，对吧？对的，要不然就是射箭变身再加 buff， 太慢了。他也在考虑，就这张恐狼留着的话，有个放狗的梦想能解怪，上了的话放狗梦想就没有了，但是呢能把墙过了，但是能多上个怪扛下伤害。我觉得他估计是可能是要射箭吧。嗯，就再等个放狗。对，就是你现在这个放狗也能过墙嘛，对吧？对，你就让对方多铺点，你就摸个放狗是你唯一的赢面。是的，嗯，要不然实在太难赢了。看看他会怎样抉择。哎，我想好像选择卖了，先把这回我挡过去再说，因为下回还不一定怎么样呢。对，但是这样的话少射一轮箭生面更小，但是十四血射一轮也不一定能赢。杀戮交过一张，交过一个了。对对，没有直伤了，没有直伤了，可能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该上就上了。我想那小七这边肯定先把恐狼优先解掉，因为这张牌还是有风险的。嗯，而且如果解恐狼的话，你的老鼠最多出两只一，不解的话可能是三只一。对，因为这个牌特效就像是雷欧克呀、恐狼这种 buff 牌很有效。对，都是有效的攻击力，然后它会帮你生出更多的小老鼠。这地方尽量不要卖脸了吧，卖点怪我就得。小七的 AOE 我就没见过，好像是不是他带的也不多，就两个大漩涡和一个闪电风暴。对，但是也没摸着。是，没摸到过。有摸着的话，这个就很好解了。哎，直接清晰神阵解，不卖怪也不卖脸，直接卖伤害解。对，帕吉斯又在手里边，三把都是帕吉斯。三把帕吉斯捏在手里也是很背啊。是，这个萨满要是被三关了得多气。对，好，那这边常规也叫杀，并且没有掉血量，然后只给你留个 R2， 下窝你就解不了就死，对吧？他怎么解呢？不可能解了，发光也解不了。犀牛的话，哎，冲锋是个不错的梦想，好像还可以，因为冲锋死掉的也可以。对，这样的话能把四四解掉，能把二二解掉，将近六点产功。对面还有，四加五等于九，九加二十一点产功，对吧？看起来没死，只能这么打。看起来没死，看起来还是不错的，画面还是比较美。我想，他也可以选择解三三加一一，看他选择。你要想留个放狗的梦想的话，就解四四；
想呢把对面怪多解一解，但他没有致命射击这种东西的话，其实对面怪多怪少都无所谓的，嗯，顶多就是翻个火舌而已，射箭就完了。看他选择撞三三一呢，还是撞四四，反正都是四点闪攻，解谁都可以。就是、看他可能这后面人预估了，可能会解两个吧，解两个会防火舌，对，是吧？解两个效果会好一点，危险，危险，应该可能大概率被叫杀了哟。嗯。因为导播看得着对面牌啊，是的，对面是一张伤害牌，非常贪，直接给对面留一点成功，反正我就差一点血，对吧？对，你能打一，就能打二，是个伤害牌，对吧？没有区别。对对对。好，小七这时候呼叫了裁判，大概是有一些事情，可能是渴了想喝水，嗯，有可能是确认一些赛制规则啊，或者怎么样的。是的，嗯。好，或者是他忘了办什么职业了，可能打得比较专注。啊，对对，有可能是我哦，还是喝水，哦，还是喝水，嗯，想要水喝，增加一下战斗力，因为打特兰克斯，毕竟特兰克斯是战斗力比较高，是赛亚人啊，是超级赛亚人啊，对吧？小七眼镜整不好能爆了，对吧？对吧？整不好，就我们毕竟地球人战斗力是在五到一千之间的，嗯嗯，所以让他们也休息一下，哎，苦战到五番战的最后一局，哎。两名选手呢，应该说是，胜负就在一念之间了。是的。那从卡组分析来说，我们刚才也分析了，这个猎人相对来说比较慢，打海盗战也不好打。然后这个海盗战呢，只要不会出现第四次帕基斯在手，应该可能还要出现，我感觉这是运势问题。对，就感觉还是有机会的。小七不能太这么背了吧？我觉得小七还挺有机会，因为这一分对于这个特兰克斯来说真的是，只是锦上添花。是的。但对于小七来说，关乎到自己能否进到八强啊，这很关键。对，如果不能进八强，三杠二成绩只能去打保级赛了。是的，嗯。好，那双方选手可能也是趁此机会欣赏一下总冠军戒指。哎，这个炫酷。对，总冠军钥匙，这戒指你戴得上啊？钥匙，这你戴得上的？戴耳环吧，当耳环来戴。可以，戴了耳环就两个就合体了。好，我们也不知道他刚才确认了什么东西，可能有一些疏忽的东西需要确认一下。哎，果然是战士对阵的猎人，应该是卡组是没有问题的。好，骑手恐龙学狮子赶紧扔掉，动伙伴我觉得都可以换，可以换，因为我不需要有一费牌才能，对，我必须要一费牌才能跟海盗战有一战之力。哎，有个杀戮线还不错，这个太厉害了。是，如果再使用一张一费的牌的话，真的有的打。对，有没有？杀戮又不好。这种对局的话，杀戮都是一张废牌。对，杀戮嘛，最多就是解一个暴乱狂这种东西。还得有野兽在，如果没有野兽的话，够弱。可以。那我先把你吃掉。哎，啊，这回有了。我刚想笑。笑一半，这回有了。哎，这回有了。哎，这个吃掉吧。吃吗？要不要摊一手？我先上一个 R， 你帮我撞了以后，下回再吃你个大的。关键不行，我觉得来不及。来不及是吧？就打这种职业，别摊。我觉得不太能摊，主要是。是的。但我还真的觉得这个东西要吃一个三三啊、三四啊什么的之类的，就是那样会优势比较大。对，但是如果吃了的话呢，主要是有节奏可以上，有一个二可以上的话，先上一个，对，先打一波，然后反正一攻打我脸我也不疼。对对对，感觉吃的也不错，可能他有自己的考虑吧。这倒还好，是。小七这边是有硬币的，对吧？也就是他现在是三费，他可以跳一个三费的三四。但是三四费三四也解不了，就很尴尬。嗯，那么我觉得他没有，有的话他就跳了，跳了然后走脸了，对吧？或者说他很多，就他想跳你的。对，这也有可能。因为他如果有的话，跳了走脸，他对他来说一点不亏，武器是二，好，先下一个二三二四的嘛，对吧？嗯。先摸一下，摸一下。反正小伙，你要撞我三三的，对吧？对，反正我的血量暂时。那我计划过圣盾是不是比较好？加一加一，每天能接受，对吧？嗯，圣盾加一加一，圣盾最好，王宇都能接受。还是那句话，只要别是风度超风险型这种的就行，对吧？风度也行，风度也行，多解一个怪。对对对，风度多解个怪，多一个选项哦，直接杀戮了。他选择最求稳的杀戮，是也可以，因为杀戮打他的话其实没啥用。把海盗解了，你三费一定就只能靠升级来涨到两攻，或者是超新的斧子，那我能接受。是的，嗯，打法思路上没问题。这张海盗打海盗战，不是这张海盗趴手戏杀手戏打海盗战还真是厉害。嗯，这个牌这个版本很多就打这种循环比赛的选手都是
带了满编的。对，好，那继续杀戮吧。这双杀戮显出价值。摊一手的话，是不是也可以上一个二加二，对吧？对。我先加个牌看一看，如果不行的话，我再出恐狼，我就换个怪给你。因为我杀戮的话只剩个三一，你再给我砍掉了，我不如上个二加二，对吧？这样我两个怪的话，你总不能全给我解了，我还有场攻在。如果有一费曲线的话，可以考虑杀戮，但是现在没有一费曲线的话，建议是二加二好一点。嗯。先进化，进化，除了前行。哦，他选择先撞，然后进化给那个二。也可以，也可以。就是计划给四一的话，有生存的梦想，对吧？这是求稳。这么打的话呢，又求稳，就求稳是稳定能够换掉，且再进化一波。对，那就保证能进化效果有效，对吧？先进化，贪一点还可以再去找生盾，但这太难了，我觉得。哎，他选择贪了，贪了，有没有生盾？又是这几张，愤怒了那就愤怒了，先打一下脸吧，多打一下脸嘛。那这样的话就不如再给那个 R 好了，能加一加一了，对对吧？风怒对他来说也可以吧，也不错，打四点血的，因为现在他处于进攻状态。对，他是猎人，对吧？你是战士，他现在进攻状态了，战士要开始解场了。其实拿个圣盾也不好，也没多赚，对，也没多赚。其实跟风怒差不多，对面也一刀砍死你。对对对，对吧？跟风怒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如果拿到其他，这两个都拿不到就很亏了。对，王宇可能好一点。王宇好，王宇好，王宇是最好的。他可能更想拿王宇一些。对，就是有三个他能接受嘛。对。那小七这边肯定是比较卡手的牌，对吧？可能是就像咱们所说的，卡了一个三三四，没有标二出，特别难受。三三四没有搭配，那库卡龙肯定是没有，有的直接冲了。对，冲库卡龙还挺能接受的。我怀疑他手里是有张鹰打，然后那就太亏了，或者是两张鹰打，一张致死。然后还有个火车王，就打脸吧，就把脸怼吧，管你那么多了。对，两张鹰打就直接抡脸吧，九血，抡脸九血打不死，那也没法打了。你不抡脸的话，没有机会了。肯定是这样的，因为这种牌我经常见的。昨天我玩了两把，我就是因为我玩有些卡组被快攻怼烦了，我就换了这个卡组打了两把。打两把就起手就是致死鹰打火车王，致死鹰打火车王。快攻还是要看谁玩。对，还是要看谁玩。似曾相识的画面。哦，多多蛇。那吃个杀戮也就解了，还行。啊，要不要解呢？要解自己28血，要不要解？不解吗？不解出个动物伙伴，出个猪什么的，对面就快死了。或者直接出个3R2怎么样？我现在是这样的，你不可能永远不上怪，对不 对, 对？你一上怪，我两条放狗就是打六啊，就是有道理。不解好，不解三费打六嘛，对不对？我血线很安全，我28点血。那三费打三，我们也就当弱化版杀戮用一用，对不对？或者是弱化版快射用一用。那真还就不解了，直接上一个三费的。老鼠或者上个动物伙伴，动物伙伴的话出猪打多打四，出雷欧克多打二，对，反正都配射箭嘛。出熊维能挡你伤害，出这个的话呢，就是下活再出动物伙伴也不错。出这个的就是针对那个多头蛇嘛，而且逼你还必须得接我恐狼，不接我恐狼的话多一只，对吧？那你多头蛇接恐狼的话，你自己掉3点血，你还一直在解怪啊。出猪是增加5点，更应该出猪了，我觉得出这个动物伙伴吧。出动物伙伴的话，出猪的话是不是快死了？对，出猪射箭是5+5+6是11、哦、11、13。熊其实反而是最不好的，对吧？没事，熊就被换掉了。这次可以打三嘛？你就这么想，熊的下限嘛是打三。对，然后致死打击呢，也快死了，也快死了，也快死了。对，下活对面稍微怪多一点的话，放狗杀戮肯定就死了。对，因为这个二还是解不了，他上活解不了的话，这活应该还是解不了。上活就5费，这活还是5费，没有区别。对的。这地方出猪的话真快死了，对面只有7点血，下回杀戮加个射箭就死了，对吧？是比较难。出猪的话基本上就 GG 了。对，出雷欧克的话现在他也要 GG 了，因为这个放狗和这个多头蛇本身就是相克制的。是的，我就怼的是你的这个多头蛇嘛。对，假如你要一两只怪的话，每个撞你一下就是3点攻击力，对吧？对，一个放狗可能打出个研报的效果，很恐怖的。这个放狗最厉害的叫做那个萨满的这个火山喷发，对，火山喷发是最厉害的。单挑的话，秒你24点血，对啊，剩下6点血我再补一补就死了。对，剩下6点血我随便都能打死。啊，也是不敢卖了，致死。他这哪敢卖啊？踢掉。那踢脸吧，你撞他的话也是掉3点血，对啊，对吧？真的是撞他也掉3点血。你减2场攻掉3血，对，没啥区别，等于多打1嘛，对不对？那这边杀戮死不死？死了吧，8。死了，肯定死了。放狗，杀戮死了，放狗撞一下。放狗杀戮或者是直接射箭杀戮都死了，对，反攻太高了。
死鱼放狗撞多头蛇是暂时比较舒服的，对对，是猎人很舒服，战士很痛苦的一件事。好，是特兰克斯也是没有败人品啊，6-0了。是啊，兄弟，目前最好的成绩。对啊，特兰克斯。特兰克斯肯定是稳定晋级了，对吧？对，就是能不能保证全胜晋级？全胜晋级的话，可能就是听起来比较酷炫，对吧？全胜晋级，那就是吸引了一波新的粉丝。是，对，而且可能所有的对手都要把你当做这个 boss 来打。对，从现在来看，这个特兰克斯在今天我们解说这场比赛当中，依然是表现的比较的完美。哎，就唯一一手是我们俩鱼了，没看出来人家的用意。对，对不对？是防这个吃掉，对吧？哎，对对对。我们看一下上帝视角的回放。嗯。啊，这边是闷棍，看看伤害是够的，应该是。哦，就是可以看到对方的牌了。是。对，我解说的都是明牌的，第一次解说暗牌的，还是要向飞狐多学习学习。哦，可能学了也是白学。是。哎，这边伤害够吗？可能不够吧。有刺杀。有刺杀，但是没有伤害。其实如果不跑的话，反正打是不好打了，但是确实还没死当时。对。就有刺杀，这八光踢到脸上，基本上也等于死了。对，也基本上很难翻了。来不及了。对，来不及了。好，那这把是没有机会的一把，对吧？因为骑士到后期一直是苟住血线，基本上你是一点血都蹭不下来了。对，稍微蹭那么三四点血，找个神抽还能打，但是一直蹭不下血线来，就很伤。对，不是奉献就是强，一直都有血。好，那这把当中，我觉得跟帕奇斯少一张牌也很关键，因为后面我记得萨满抽的不错，对，连续抽477。就不错了，已经对很好了。就是骑手如果能多一张牌的话，哪怕甭管他是不是477这种牌，哪怕他是个青玉闪电或者火蛇，他都很有机会。至少从排序来说的话，他会早一回合出477了，对吧？对，早一回合可能不一样的结果了。嗯，好，我们一会儿应该还是要看一下这个，下一这个晋级的一个这个是的比分啊，看一看这个现在、这个哎、这边火焰组是黑色神幻5-1，我刚应该也是大概率晋级了，对吧？嗯、因为这组有两个。就三个四个人是3-3，对吧？哎，对，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没人能追上他的分数了。对，就追5分是追不上了。对，这已经7轮打完了。对，对吧？追5分是不可能追的，他就基本上晋级了。降级区的话呢，是金墨、狮子座小王爷，哎、也就是莫言剑霄、艾德还有西塞。对，那其实降级区的第5名、第6名和第7名、第8名还是有区别的。是，第7名、第8名是直接降级，没有机会了。对，那第5名、第6名还是有机会去打这个资格赛的夏季赛资格赛的。对，那还挺关键的，我觉得。所以说艾德和西塞基本上是很难了。对，那悟空特兰克斯是肯定6-0基本上晋级了，就看能不能全胜了。这不是基本上晋级，是稳定晋级。因为他只剩一个对手了，6-1谁能追得上。对，那我们一个 Zero 这边也还有理论上出现的可能性，就是低。对， Zero 跟哈姆士朗，哈姆士朗比 Zero 少打一轮。哈姆士朗、星辰这两个人出现机会更大的，我们看 Zero 这边是出场机会偏小一点的，对，因为他只有他再胜一把的话，也需要另外两个人配合。没错，那降级区的话是刘小北、Betray、Megad 和染神，是，基本上染神跟 Megad 没戏了吧？对，如果他们再赢两场，3-4可能还有机会吧？3-4，且刘小北和 Betray。还得打一个3-4，他们也要打3-4，或者是他们俩打一个2-4、2-5之类的。对, 对，必须要求是自己全胜，对方得什么？对方全败，是，这还是挺难的。对。那么现在 A 组、B 组各有一个晋级名额了，已经。对，也还不错。这基本上是固定下来的。是的。那明天呢会进行 C 组跟 D 组的比赛，我们今天就不看明天的这个比分吧。对的，因为大家在昨天已经看过了。是。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我们就可以去打本天今日比赛当中暗牌视角的第5场比赛，他们来自于 OO 对阵于CC 的缄默。是的，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